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叫小帅，他副频道的订阅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狠了，都还没订阅，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订阅，里面会固定更新直播及直播精华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。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，今天带你们来这里，这次来收这台公益车。我们今天来到台中，这台公益车有故事。好，我边看边讲。这台是2000年的普罗米欧，车牌是6000，车牌很好记哈。车主接过来之后发现有泡过水。对，先讲到这里哈，我们先边看好了啦。2000年。1.6 的，嗯，好，税金就比较省了。好，我们一样从前面引擎盖开始看，等一下再看外表好了。我们先看里面，其实前面看不出来有什么任何的异状，看起来还 OK。这边超油的，油壁盖这油漆都是一层加，最早水箱架你看还在，有没有？好，前面看起来没什么，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门没有怎样呢？这皮还算蛮漂亮的，椅子还蛮软的嘞。可是我之前我记得，如果泡水它会变得很硬嘞，因为它会吸到水啊。我拆一下看看好了，因为它原厂轻的嘞，看不太出来。哎，乌了，加加，有没有加胶头？都清洗过，可是没有清洗干净。嗯，泡水车的土你知道吗？哇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再怎么清，它还是活着的，永远清不完的。这样也是泡水，这样也是泡水，这样也是泡水。如果真的是灭顶的话，中控台里面都看到会有土。我偷偷看看一下，好像没有哎，或者是没有很深或很高。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，没有土哎。你有养猫还是养狗？好，养狗。因为有毛这个车主他买的时候啊，车主之前都在原厂保养，嗯，包含泡水都在原厂保养，目前看起来对，没有什么，对，还有就是很正常，等等，就他这是头吗？也对啊，所以他这边也没有清的，对啊，因为他没有清到那种很紧绷的，有没有，嗯，最少他没有什么大的碰撞。看不出啊，里面是还蛮干净的。一样的，同一个人用的。同一个人用的哈。我看一下，上面看起来是还蛮干净的，你看，这边是看起来都还没怎样。嗯。啊，这边就开始有一点。哦，对啊，这边就有一点那个痕迹。车主之家他觉得报废不菜，好像开他也没有不用特别花到什么钱，一直修他这样，他认为是还可以再开了，因为都还在原厂保养，应该是较无问题较对了，嗯，对吧？欸，你看一下里面，我觉得还可以哎，空气滤芯比较脏而已，其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土啊什么之类的，嗯，看下面好像也没有土，对啊，对啊。本来还有一个都是，我看一下门板里面的，看起来还好哎，就一般脏脏的而已。所以我怀疑没有很深啊，看起来板件是没有更换，然后是怎样？只有车主他说有一次停车的时候不小心跌到前面的货车，还蓝色的，什么是蓝的？蓝色的货车，蓝色的小货车，上面顶到，是吧？好像报警康。这次我稍微确认一下，就是看外表，引擎盖去我接掉。这边翘起来，这样翘起来，哇，顶到这边翘，稍微翘起来一点点，小酒窝啊，这边有一点掉一点点，这边有两个刮痕，这个吗？对，一条两条，然后下面还有一条。对，其实这个有时候洗一洗蜡用一用会比较小，可是痕迹应该还是稍微都还在啦，不保管啦，小擦撞，小擦伤。灯有破啊？有啊，这边一点点。哦，对，格子就是起泡了。这边啊，刚刚有跟车主聊一下，那时候爸爸技术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去弄的啊，这两个门稍微插到，啊，这个也是稍微一点点冒掉，一两个，对，两个冒掉，对啊。
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它都可以正常开啊。再来就是说，泡水的车是不能马上发动，拖车拖去修理，引擎水不太会跑进去，赶快清一清洗一洗，你就可以再发动了。主要是电脑啦，电脑如果泡到水就比较麻烦了。你看那个吉普车有没有？人家 K 人家冲轨，其实引擎都泡到水，其实不会事，就是不要把它吸到引擎室里面。万一你吸到水进到引擎室里面，可能就是爆缸了，什么之类都有可能，就坏掉了。你看泡水车处理 B， 我不知道 B 的意思是什么。这边的金额其实不高嘞，15,500啊，它有总共有三笔，还有2,000多，2,000多，加起来不到20,000呢。其实这个车主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后来去院长查的时候才知道的啊。那时候也换了好正极皮带、空气滤芯、垫片、机油芯，我打了正常的机油、变速箱油。电瓶换了一颗，这一次弄到好，大概就是26,000多。89年9月6号，哦，车身的除锈，这是维修而已啦。方向漆哦，中层呢，前保管、避震器、维修包，还有钣金什么的。这个是92年去的，找到了。驻场时间90年10月1号，总共有3张。它连风尚马达、LVI 垫片，哇，发电机总成，所以。电路的东西应该他全部都换了，好，正极皮带舵轮啊，加这边的正极皮带这样，所以总共这三张加起来就是70,000多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到很严重。哎，对，刚水没注意看一下，哦，没水了。哎，还好我有看，以前跟他修过老啊嘞，这边呢，啊，嗯，好，要多注意。等一下先加水，那就请车主出来。车主陈先生现身说法好了啦。你现在开几年了？在我手上12年。还有没有掉过漆啊？什么之类的？还有什么突然窗户自己摇下来啊？没有。因为泡水车啊，最怕的原因就是比如说电路会锈抖啊，上一秒可以开，下一秒就不能开的那种。有两次那个车门的锁会自己跳开，就只有两次。哦，10年跳2次，1年平均5年1次。哦，那原则上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，庆幸的话，至少他没有花到什么钱。到最后他也觉得这台车。报废也是没菜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后来没有手在开，里程数到现在才16万。你说几千而已，10万多。你也没开很多嘞，开6万而已哈。后来主要是我爸爸在开。哦，后来他过世了就后来就少开了。啊，你有捐到哪一个的？捐给流浪动物相关的。好，好像像这只流浪单身狗啊，没有没有。那就再次感谢陈先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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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有需要我可以贴10,000。如果可以把它贴10,000，其实这样啦，到时候你如果真的喜欢这台车，车主人乐意就是要贴补10,000块，我觉得是不用啦，反正很简单。我希望大家不要标太高，因为它毕竟它有一些哈，刚刚有讲它之前泡过水，虽然有维修过了，让它就是可以哦维修什么之类，到时路上这样跑，对啊。哎呦，来这个米啊！他这样应该不能开了，应该不行。他这样可以开吗？好可怕哦！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Avia 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反正过去就是直走，等下就可以上高速公路了。啊，我是觉得到高速公路前，我们再停下来再看一下。刚车主在那边拍照，你有看到吗？眼眶红红的。没有啦，主要是阿爸亏过，阿爸亏过，这种我就没有。因为阿爸比较亏家，你都知影嘞。我嘛知，问阿爸嘛，没有，所以我就没有这种，我们没办法体会。我也希望说，我阿爸在线亏家嘞，我被家好用吧？给。温度是看这个，对啊对啊，我都我现在不是24小时的，我随时都盯着了，差点说二十四小时盯着吗？我跟你讲了，你等一下去便利商店买一个鸡蛋就好了。你有看过马盖先吗？啊，打一颗鸡蛋它会堵住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你要不要拍一片试试看？我要叫外星啊，酒店吗？好多哦，6,300。哇，住就给我嘞。因为它的格子这边坏掉了，如果没有摇下来，我看不到会车。现在要干嘛？现场无敌不高，先把它补起来啊！瞬间交。跟卫生纸。我卡。会不会太厚啊？不管了，有嘞，开始在发酵了。啊，有那个味道出现，差点把波卡都把它补下去了。
水会漏出来。没办法，这个是要捏碎然后涂在上面。对啊，我正值这个吃的，我不是浪费食物。哎、欸，这油我们再塞不？哎、欸，这油哎、欸，好吧，不要浪费食物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再加强一下，你有看到吗？这里，不，它在呼吸。哦，有一点。我们干脆再多涂一点。鸭子啊，看下来鸭子会不会比较好？回家吧。好吧。就看这台车给不给面子啊？怎么样？等一下，现在红灯。现在要分秒必争，因为高速公路撞风应该是还 OK， 可是要保佑我们尽量不要塞车。目前气温更低了，因为我们刚好下来休息，那我们就一路保持外线就好了啦。泰山，云林不是有个眉山？对，以前那边呢、啊、有个很厉害的猎人，他叫小鹿，他要去打猎，他老婆说你这样每次刀子都不见了，就是你要刻个名字，刻个名字你丢人家会找给你啊，不然老婆就骂刻字了。叫什么？眉山小鹿用。来、啊，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刚刚没有去修理厂，因为去修理厂第一货他也叫不到了，如果叫到了，可是要等大概两三个小时啊，人家也要下班了，因为他确定水循环在这边循环再循环，所以要蛮多次的。巨哥在用你就知道了，答案你要揭晓喽。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，有水吗？感觉没有。我们等一下去上个厕所，要吹一下，会不会回来引擎不见了？不见了就送他了。泰山，车就先放这里啊，我骑这台载你回去。它可以三贴，这个不行啊！刚好你看，你要夹很用力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因为今天够冷。啊，我怀疑这个水柜应该有拔掉了，因为刚塞车一度到一半，可是又过那个塞车之后，开速度快，它又慢慢掉下来一点点。到十了，太低也不好，太高也不好。太低又怎样？不会耗油。耗油对我来讲是没差了。现在一公升跑三，我也知道我给它跑回去了。是。耶、yeah, ！我回来了，我们停了两三次，松野也是回来了。你看，露出来了，表示有用嘛？一直流，一直流了哈。看，连起来还不错、啊，哇，这东坡上面注意哇。啊，这个不管怎样，到时候我们就先换水箱。你看，厉害了吧？叔叔训练过的，请各位网友不要乱学习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耶、yeah 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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